家好，我是杨丞琳。想知道更多我的消息，一定要注意一月号的台北 Walker。终于十二月了，所以十二月份就是非常多我今年的作品都要推出，所以是还蛮期待，期待值很高的一个月。一天到了现在，还像是个错觉，一直到掉了泪，还不懂我的伤悲，每张照片都像离别的画面。我还是那么期待有一天，或许可能有个人会了解我许下小心愿，不用多说。最喜欢工作回到家陪我的狗玩躲猫猫的时刻，一瞬间就变昨天。不开心我不会憋，我一定会看是谁，那件事是跟谁有关，或谁会懂，我就念给他们听。念完以后，他们就会还在烦那件事，但我已经 let it go 了。据说，因为我自己知道，但据说能够有三十年，但我自己不知道。